们一直都喜欢使用赛默菲公司的产品。总的来说，这公司的产品质量比较好，性能先进，而且售后服务很好，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可靠的公司。在我们实验室 PCR 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。考虑到 ProFlex， 它是有三个独立的模块，可以同时进行三个不同的 PCR 反应，这就相当于三台小型的 PCR 仪，这是很适合我们实验室的。外它的温度调节很快，对一个40个循环的 PCR 反应来说，它可以节省大概20分钟。还有它的设置界面很友好，它可以实时提供很多信息，比如说进行的循环数、剩余的时间等。总的来说，这是台很智能的机器。AB PCR 的特点就是温度控制准确，这对一个 PCR 反应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性能很稳定，我用了一年多，它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我已经向不少同事朋友们推荐过这台 ProFlex PCR 了，他们在用过之后都觉得很好用。现在我们实验室的同学们都争着来用这台机器了。